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黄宝馨。微城 VS Industry 截至1月底的2021财政年第二季净赚按年增长 92.17%， 同时宣布派息每股 1.2 仙。2021财政年首半年的净利为1亿3220万令吉，符合大华纪险研究和市场的预期，占全年预测的 54% 和 56%。去年十月，该公司买下6片土地建造工厂，来满足新客户 Y 的需求。这是该公司2019年以来的第5个新客户。行家预计新合约的总赚幅为12%。另外，主要客户的增长轨迹强劲，相信该公司2021财政年能实现8亿令吉的营收。同时，微城在中美贸易转移中成为第二选择，因此有机会从咖啡机和泳池清洁的客户中获取更多的订单。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3令吉80仙的目标价。